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国际天王萧敬腾先生。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先拍几张。哇，帅呆了！来来来，啊，来这边，正前方。好，我们先中间前面先拍几张。瞄这里。来左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左边开始。正前方这里。左边先来几张。来，左边的 camera 需要躲着，让我们知道一下啊。好，然后定回中间。中间边要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右边这边的几张。来，正前方这里。好，有没有要补的？来，要补的请补啊。来，老肖秀一下视频啊。哎，对。帅帅帅，右边右边右边，来再一次哦，这里正前方这里挥手这里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来。哎呦，老肖，大家好，招呼了。大家好，我很期待你。哦，今天你来的角色好，今天我们通常珠宝秀里面看到男生扮演角色比较少，但你今天是我们压轴，是吗？你是神秘嘉宾的，是吗？哎，神秘吗？哎，讲一下，就是你对于卡地亚这个品牌有什么？我一直很喜欢它，哦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时尚，嗯，然后我觉得是有很多非常具有内涵的朋友。嗯，你看到了比较深层的意义，对对对。他每个人的很多人形容卡地亚的，他每一个他的历史感都是艺术品的，对，啊，很多人喜欢收藏他们的东西，是。今天你身上可以带的都是他们最经典的啊，就是这支美洲豹。哦，其实你好像平常就对于这种豹，动物，因为我爱动物，对不对？你好像平常就蛮热衷，热衷这些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这几个衣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衣服吗？啊，对，身上佩戴的，这就是他们最经典的一个康吉尔的豹豹豹造型的饰品啊。对啊，然后我价钱就要说吗？可以分享一下，好像400多万，四百多万的，对，平常啊，这是你带过最多珠宝的一次，也不算，就是接近吧，差不多，反正你带多了也很奇怪，就是刚刚好像。好，我今天这次呢，有大家可以来帮忙啊，等一下你再帮我们带来几首歌。比如说有很多这个亚洲跟其他国家的是慕名而来，不是吗？为了看电话机，是这样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还蛮猛的，非常谢谢，好，祝你玩的开心，是 OK， 好，谢谢，来，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下联访吧。哎，高度可以，高度可以。好，六三，三一，哎，这是经典嘛？经典的卡地亚的美洲豹的一个样子的。对，非常棒的事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会啊，不要这样，我压力很大。我妈妈是比较淳朴的，对，她会，我也想送她，对，但是我觉得淳朴也挺好的。淳朴喜欢收现金，对，淳朴是喜欢，比较喜欢看到实质的东西。就是见到我，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在家吃个饭，然后花时间陪父母，这样就够了，爱情。不是昨天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哎，怎么样？没有怎么样啊，能怎样？
就是开心嘛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小林，谢谢姐姐，好，里面见了。OK， 拜拜拜拜。